赵文芳的主治医生吗？是我。我想问一下，赵文芳他究竟得了什么病啊？你是赵文芳的？啊，我是他同学。很不幸，他得的是白血病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突然得白血病了呢？那赵文芳呢？在里面候产呢。他现在不能在里面。